小时候阿妈说，咱兜虽然足善的，咱善爱善有志气。啊，伊讲做善事吼，毋是好嘅人去做的，咱善切人嘛应去做善事啊。早安啊！我目前是在家里哈，带小 baby， 我目前做保姆啦。啊，目前呢，我带的现在是带我自己的孙子。做香鸡的时候，我就要背着，或者是买菜也都背着。他知道我要去行善、做善事，他都乖乖的，他不会哭闹，真的好乖。今天有600多人要用餐呢。高汤一定要做的好吃嘛，要让他吃的口感更好。好，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味素的口味嘛，我会想说，哎，加一点那个我们的那个高丽菜，哦，萝卜或者是苹果，都用当地的菜来做是最好的，口感也比较好吃。然后我们就加在那个面里，那个高汤的面啊，它蔬菜水果加起来那个营养的那个甜分都是够，都不需要我们的那个味素的那个味精。上人讲说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啊，要轻轻的切，然后菜色要有色香味俱全，然后呢切菜要有寸菜，切起来让人家吃的口感，要让人吃的欢喜心。我觉得东西做起来要欢喜心的话，就顺着他们意见，顺着他们意见之后，我们去接受之后，东西就会改变，改变了之后呢，那东西就会变成好吃。所以我们就做这香鸡的时候，尽量跟人家结好缘。接了好缘之后呢，我们的食材出来一定都是合人家的口感。